一出希望的世界，变数四起，且驾风云，必雄如刀吞云，剑奔十二分，是剑奔走。哦哦，你得不了我，今日不杀你，昨年去见四千东西。是修行。至尊封印杀招灵拳，就是咱上剑魂魂魄，内心深感压力。欺人太甚！你今日的败类，只适合最低层的武将。就为这？好，好，下面你说。凶手已经哦，你以为我会死吗？你没死，但要活不了，无期见你。啊！多谢众师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天之义，乃是是为了找出自己的朋友。哦，伊叫做骨剑昏水。暗霄红现出你的真心，无奈骨剑昏水，进化之前妖魔不速遁形。至今剑法再出，不减分水，混入泰山。混龙天内心有了答案。剑法之功，对你并无败天。正义之剑，无战无伤。你是安心，可是是不减分水。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如今的状况，你一无所知，是不消亡？我来自另一个时空。大师，是剑君，天姑娘，你为何进来此地？我一个人真惊水浅。尊告，我因为佛剑所言是真，我也听过天明教扭转末日的书籍，以为。可以说明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何事吗？我来说吧。当初小智者出的虾兵为之后，伊利和剑魂水进行一场最后的圣战，小智者战死，功名在现。除不了，伊利和剑魂水回来之后，一切都有了改变。正当众人以为切假消灭的时候，你竟然背叛东西，利用众人不备之时，用车叫四六千，大计就轻，并扬言后再无复减分水。随后你进入赎罪塔，以暗霄红之计，昔日多想西蒙，并将铁魔改在夏冰威力量之下，再度苏醒，也使你人类如今濒临绝境。如今这个局面，请问以小智者之战力组成，什么意思？要拯救这个世界，唯有杀掉暗霄红，并你一人我通过鬼门，登上赎罪塔之顶，不减之道一往无悔。如果你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那这个世界以你护肝，我会干好。不留绝望，不减分水，我今名不虚传。我准备做是绝望的恩心，你有这种气魄，为你一座又何妨？混红天红白告地，认。我也动心，看出你情中不如，但也是在我为接应吧。
今日先在此打草，明日再见。这个世界发生了真多事情，如何伊哩所在世界有何不同？是，大叔为何质疑？因为这个世界以为大义牺牲，想未到另一个我对生死竟有如此的觉悟。但是时间是否夺失了几秒切角，伊印证了自己的剑道。真好，这样才是剑棍十二分。其实两者差异不大，切角虽然消灭，但应该拥有其他的魔族入侵。君皇天地经过自己的母亲吗？我之母亲在生下我之时就不幸逝世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个世界古今有所出入。有时令秦鹤江东相逢一触即发，现场气氛肃然，兵卒铁马亲自助阵。古今失地，不该存在的福建昏睡。杀生为何生？斩妖为斩人。灭绝希望的世界，兵族天魔亲自上阵，对上福建众人。存心的来丧事吗？天之行，不是福建之路。完结如意，这次人得不了路。剑棍十二分，文宏天，因两人未错杀害切教。今日一兵清算，今天不杀你，君皇天誓不为人。秀威，哈！好！君皇天正气凛然，天机必泄。一骑红马，天光入室。随即，天之圣魂修。吟咏诗，不用心急，你仅仅就去背了。开始，剑步。七剑印，小不胜酒，功雄不应。哈哈哈哈，不仅实力不错，辛苦辛苦，不减昏睡。就这套之上，有人等你真久了。众人无用，无事。就这套，为何兵卒会断定你之身份？看来切家必然已经知晓真实的状况。无论如何，出路必行，功倍告底。多谢你。就追他要我远，其实够现在，我一阵家拢无法到达。为何？因为山路艰恶，该在规模便失去方向。看来就追他的存在，久某将结界助力。
如果暗小红心生我说谎，那我应能吹着风用，要机灵一堕落。